讲小编没嗯。看看这些甜到掉牙的韩剧 CP， 有你家的吗？喜欢韩语的你当然少不了看韩剧啦。看韩剧的你肯定少不了磕 CP 啦，听个喳喳喳。接下来小编也要磕一波 CP， 都是小编的最爱听的。颜值爆表啊，谁能不粉上他们呐？小编也是颜控啊听的。爱的迫降，尽管爱的迫降只有16集，但着实也把小编虐了一番。这对 CP 爱的简直不要太辛苦。除了剧中男女主的颜值外，真的给人一种不能不粉的感觉哦。到最后也算是苦尽甘来啊，不禁让人感叹，还好只是剧情。国王永远的君主，这部剧简直是强强联手啊。这部剧由太阳的后裔白尚勋、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金银指导，主演李敏镐、阿米纽、金高银、Bingo 等演员，这班底简直了。主演也是红到不能再红，剧中两人的跨界相恋也是齁死人，镜头构图也很美，剪辑也是一级棒，举重妖精轻浮猪，没有心机的一部剧啊，难得。不过说实话，还是挺可怜女二的，整部剧的后半段又是哭又是笑， Bye Happy Ending 也是很不错的了，青春的圆满，太阳的后裔，一见大卫误终身呐，很甜蜜，很苦涩，很揪心。抛开剧情不说，光是主人公就有的看。主演宋仲基、宋尚帝、宋慧乔、宋海狗、金智媛、金智文庆九，看看就觉得哇塞。听的言归正传，剧中主人公将军人身份表演的淋漓尽致，他们对于生命的尊重，对于祖国勇于奉献、甘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深入人心。祝吉真心、李栋旭、刘仁娜等主演，一部高甜韩剧，强烈推荐。万年男二女二终于在一起了，刘仁娜、Yuna 和李栋旭挨档真的是韩剧 CP 中的大佬。如果你是他们两个粉，那这部剧不能不看。话说小编还是喜欢冬天追韩剧，有感觉听的剧情中男女主可盐可甜，既搞笑又甜蜜，快去追，不要等。